我希望帮助义乌越来越开放。你真的打算把你爷爷公司的地毯推荐到中国来？我都说了，我真的没有兴趣。阿香做的直接，没话说。他要是开一家厂，整个义乌没人比得上。太漂亮了。我就是自己做着玩的。你随便做一个东西，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艺术品。你应该和我一起回去西班牙。我不会去西班牙的，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，我只想过与世无争的生活。主要就他那么巧的时候，整天守着他那个小杂货店啊，心如止水。秋香不怕巷子深，怎么藏人家都能找得到。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，他看着地毯的时候眼睛是发光的。阿香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真的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我想你可能都已经忘了自己是有多喜欢手工地毯。安妮娜是个天才，只要给她机会，她真的能够做出世界上最美的地毯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人和事，抛开那些不存在的界限，听从内心的呼唤，过我们想要的理想生活。